这很夸张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，这是太夸张了！天哪！这应该是造型。这个是祖蓝哥，哎呀，教我们怎么去弄假牙，然后我们就把橘子皮给切成假牙的形状，然后塞到嘴里。这很疯哎！跟那个安康鱼一样。安康鱼，安康鱼，很贴切。兄弟，好久不见。